像我这种普通、自私、懦弱又弱小的人，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吗？你能做到的。不不不，我做不到。只救三星人，其他的有我在。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奇迹吗？如果真的有奇迹，请证明像我这样的弱者也能拯救所有人吧。门客，门客别睡，你还没亲眼看过地形的美呢，我不想让你错过。